出道时改变很多的卡莉娜，在韩国论坛上引发讨论。出道初期，不管是正式场合或舞台，都是用很浓的眼影打造风格强烈的眼妆，引领 AI 概念和蛇系美女的风潮。而近日的一些海外行程照片，是以轻薄的眼影和腮红妆容为主，卡莉娜给人一种比之前更温和的形象。出道初期，粉丝们觉得卡莉娜是蛇像和猫咪像，最近也有狗狗像的感觉，让网友与粉丝们纷纷称赞，表示两种都很漂亮，但是之前 AI 美更独特。Next Level 时期的妆容是传奇，就算是浓妆也不会觉得很夸张，整体和泰妍的妆容好像有点像，淡妆美貌真的很令人心动，因为脸蛋已经完成了一切。